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Di video kali ini saya mau antar kakek cekap ke rumah sakit. Oke, ikutin video saya selanjutnya ya. Jangan lupa like, comment, and subscribe, karena subscribe itu gratis.
Jawa Tengah, Brebes. Di sini di mana? Jawa. Jawanya mana? Lukang. Iki kan Lukang. Sinsun. Sinsun? Lah aku ya apa daerah aku ning desa ne. Bodoh maksudnya. Ada aku yang ning desa. Kada, aku mah bosen di pabrik ana apa mah. Aku bosen jadi sawah, kamu jadi terus sawah. Lah. Jadi sini ini ayo lah. Nanti menak ning sawah dolan mulo singkong lan singkong. Wis suwe ngene. Wis entek arep wong tau setahun ta. 12 tahun. Masyaallah. Thank you.
平日站在游书学部讲到游片进口游片以上会员出红签东京折转但新出红签来去游岸免钱哦秀水可能游票会当刷卡有停车场秀水乡中水楼里段570号秀水可能游票林三你好老金牛我要买一斤的卵好这阵子啊林太太的后事辛苦你了哎会啦马上是功德圆满啊我记得林太太是保国宝哦哎呀那你可以去劳保局申请丧葬给付及遗属年金给付多少可以减轻你的负担哦那我哦到劳保局了解一下未满65岁的国民年金被保险人不限于家保期间死亡支出殡葬费用者可请领丧葬给付符合给付条件的当序遗属可以请领遗属年金给付不过遗属交房并不时经济安全和基本生计若在领取身心障碍年金或老年年金给付期间死亡或年满65岁未及请领老年年金给付前死亡者符合请领条件的当序遗属仍可申请遗属年金给付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可有品公司每年特别推荐中化市红心药房这是广告药品优良质量店药品集团专业药师服务中化市民众路445号民众路一家民权路口中化市红心药房控诉722-2352 外省免加钱哦新加码再加码，到底有多杀？35青年住宅，100台电动汽车，还有18000个现金红包等着你来拿。有哪些好高价吗？不论是用五倍券还是现金、刷卡、台湾配都可以，只要在彰化消费满200元，就有机会中大奖。那加油、逛夜市都可以吗？当然可以，无论到八卦山风景区、鹿港老街、田尾公路花园、青创基地、观光工厂、休闲农场。或各乡镇市农艺会等门市消费都可参加哦，买越多中奖机会越高，每3个月抽奖一次，活动到明年6月30日为止。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欢迎全国乡亲一起来把钱花在彰化，让你骑好车住好房，好礼讲不完。详情请至彰化县政府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提供。彰化市可能药局是电台优良指定店，专业药师服务，广告药品进口。Thank you.
过程当中，若对达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是咱上好的联络感情战线。电话，咱也辛苦地做服务，欢迎多拨多利用。不过，爱看报上挂情况。小院长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我若伫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咱无法度接听电话，啊，毋过你敲电话来，我拢现场的，我拢快。所以你敲过我等一下，咱排时间，我报送过去时阵，我就赶紧甲你做接洽。你若逐工伫收听我的节目，啊，就知影，这就是咱节目性质。啊，若听得一下吼，啊，甲阮多多宣传，多多介绍，感谢你。同款，在我一开始代表来讲到今日天气，今日这个一套早哦，真凉凉哦。一套早就有真侪所在创下了今年同心同气纪录，亲像在苗栗、新店、较康的所在，差不多人都支持到凉凉。桃园到了双台北、基隆，也只有八度、十度凉凉。台北市的这个市中心。温度也只有13.9度而已，可以说这个温度也非常符合着冷气团的标准啊。同好是中南部地区较寒的所在哦，也只有10至13度而已呢。所以可以说已经打破今年入秋以来同心同气记录啊。气温啊，啊，这温度这么低，那有可能够愈低。咱今日去当时温度豆豆吼，小可回温，啊，不过回温无啥感受，因为有日头出来，就感觉较小暖吼。啊，不过迄日头骗人的呢，日头有啦，啊，看起来感觉冷空气凉凉。希望目前这种天气，你要注意着早暗温差比较较大，而且像在北部。3度，中南部地区12至18度，东北部地区12至15度。除了东北部地区温度比较较侪以外呢，西北部大概是。
时，拄拄